小田，还有5分钟啊，我希望琴声很快响起来。你真的是外星人啊，可是你长得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。跟我想的也不一样。你既然会弹莫扎特，那就叫你莫扎特吧。你能不能起个好听的，说你来地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保护你啊。哦，这娃娃力气很重啊。